Shalom， 大家平安，欢迎来到灵异中创作室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老歌，那也恢复我的灵异中自弹自唱的风格来唱这首1993年我写的第一首歌曲，93年的第一首歌《我生命的主》。那这首去年20多年后我在教会分享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引起很大的回响，很多人很喜欢。可见诗歌跟流行歌不一样，诗歌无论多少年还是有生命的，它不会过时。那93年呢，也算是我生命中的其中一个里程碑。那个时候去新加坡读神学，原来以为只是要读几个月罢了，没想到就读完2年的课程，后来还成为牧师，一直到今天。再看这首简单的歌的歌词，我生命的主，真的这些年来上帝真的是我的帮助，我的主，我的各方面的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生命的主。当人们都匆匆赶着走完自己的路，唯有你愿为我停留。当人们都匆匆为着自己生活忙碌，唯有你肯做我的帮助。主，你是我磐石，亲爱的主，患难中的帮助。主，你是我所有，唯有你使我灵满足。主，我最好的朋友，心中的话愿向你倾诉。主，我亲爱的救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耶稣。当人们都匆匆赶着走完自己的路，唯有你愿为我停留。当人们都匆匆为着自己生活忙碌，唯有你肯做我的帮助。主，你是我磐石，亲爱的主，患难中的帮助。主，你是我所有，唯有你使我灵满足。哦，主，我最好的朋友，心中的话愿向你倾诉。主，我亲爱的救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。哦，主，你是我磐石，亲爱的主，患难中的帮助。主，你是我所有，唯有你使我灵满足。哦，主，我最好的朋友，心中的话愿向你倾诉。主，我亲爱的救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耶稣。是的，
耶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或者想听其他林义中的创作，记得请 subscribe 哦。